各位教员好，来到基督教也是非常有福气的。今天我的讲章题目啊，跟上个礼拜正在相反。上个礼拜的讲章呢，就是如果你信耶稣，住在基督教里面，你会犯更多的罪。那是我写了三篇，我也把它用电子邮件送给很多的人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回应，是有一些人有回应，他们很欣赏我研究的东西，而且能够把它印出来分享所有人愿意研究的。如果世界上的人以为他信耶稣，但是他不在基督教里面，他会犯更多的罪，所以我是情愿他们不要信耶稣。好像再重复一次，好像一个有一个年轻人，他问我，那我信耶稣比不信耶稣的人犯罪更多吗？我说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恰恰是礼拜天下午，所以我就问他，你今天早上去了哪里？他告诉我，他今天早上去了某某宗派教会。我说，你去的教会这个名字圣经没有，那是第一个罪。然后呢，还有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宗派教会，那么这一点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罪，而且显出来你是个大笨蛋。为什么你是大笨蛋呢？你是名校毕业出来的，但是呢，来到信耶稣，你是个大笨蛋。笨到什么地步呢？圣经里面说，宗派是被盗，犯了罪，定自己罪。人家自己还说他们是宗派教会，笨到这个地步，你选择去跟他们在一起，那不是一个大笨蛋吗？这是现实的事情，非常难听，但是现实。圣经里面说宗派是被盗，犯了罪，定自己的罪。他们还光明正大向全世界宣布，我们是某某宗派教会。笨到这个地步，那你跟他们一起去。还有他们今天早上有没有守圣餐？没有，那又是一个罪。那他们唱歌赞美神有没有弹钢琴？有，又是一个罪。那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今天就少了这么多罪，明白了吗？请大家听清楚，若他是不信耶稣的，他礼拜六晚上很多人不睡觉的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到礼拜天早上3点、4点、5点才去睡觉的，所以礼拜天早上他们会睡到下午1、2、3点钟才起来的。OK， 所以我说，如果你是不信耶稣的，你今天早上就没有机会犯这么多罪，那是现实，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因为我是一辈子讲圣经真理。我一辈子讲现实，现实是这样。好像你今天早上这些，你去的教会是宗派教会，他们是被盗犯了罪，定了自己的罪，你去跟他们一起被定罪，那不是大笨蛋吗？你告诉我了。 OK， 那今天呢，我写了三篇还数不完，所以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呢，我没有预备要把它讲出来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的时候，你上我的网站上面三篇都有。今天我要讲在基督教会里面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恰恰相反，要看清楚了，在基督教会里面信耶稣有什么好处。你能信耶稣又能遵守耶稣的道，第一个非常重要，也是最重要，你能够真的信耶稣，而且又能遵守耶稣的道。你在其他教会里面，他没有耶稣的道，你不能遵守。
你想遵守也不能遵守。他们的信耶稣都是骗自己骗人的。记不记得我有一篇上个礼拜以前，哇，那边好多人看我，100多人了。OK， 可能要剪掉2-3次我自己看的。这宗教是骗人的。OK， 他们说信耶稣都是骗自己骗人的。呀，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信耶稣，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怎么样骗人，怎么骗法，骗什么地方，我可以有圣经证明给你看的。这是不是现实的问题？你信耶稣又能遵守耶稣的道，在基督教会里面，基督的教会里有这个座右铭，全世界基督教会都有这个会背这个的。若传道传讲神亲口讲的话，好像今天我连那个圣经经文都给你了，我是照圣经告诉你，若有服侍人的，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那时不时还有人问，我们以前的孩子在这里读中文学校，现在还有没有？我的孙子也要读中文学校了，现在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那些人才啊，我们需要40个人工作，那些人才不在这里了。 OK， 没有那么多人才了。 OK， 我们还有几个在这里。我刚才说那些人才不在这里，那句话是错的。如果有人要挖我错啊，我就刚才讲到一个错了，我还提醒他们怎么抓我的错，上帝恩典。 OK， 还有几个在这里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40个人工作。OK， 若有服侍人的，现在我们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个力量。 OK， 神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我们就会办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地点非常适中。 OK， 也非常好用，问题就是人才在那里。这样凡事都能借助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有上帝的恩典，神照顾保守我们。 OK， 上帝恩典怜悯我，看见我的脚都好了，可以站了好久了，我现在还可以用这个脚站了，上帝恩典。因为荣耀全然永远是神的，是应该的。我们做事情照神的旨意来办，成功上帝的荣耀，不是我们荣耀。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？为什么有没有这个地方？上帝赐给我们的。 OK， 不是我们有这个本事，所以我们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耶稣应许在基督教会里你必晓得真理，在基督教会里面你必晓得真理。 OK， 这是约翰福音8:31-32啊，朱弟兄刚才读得很清楚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了。你必须有真理，然后你才可以从罪里面得自由。所以刚才我说其他的教会它的名字圣经没有，如果圣经基督教会的名、教会的名字圣经没有的话，给你讲1000年都是废话。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，名正言顺，名不正是吗？言不顺，我给你1000年都是废话，明白？是这么准确，也这么残酷，你可以这样说，这么残酷，明白？这么绝对，圣经道理就是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没有中间。我们广东还有一首叫做《半天调》，是吧？我1995年去 Vatican 看看，那里就有个半天调。OK， 那什么半天调呢？它是以画那个图画，上面天堂，下面地狱。他掉在中间 ，OK， 有个天使伸一个手指抓着他掉在中间，还没有丢下去地狱 ，OK， 圣经里面没有半天掉的 ，OK， 他的图案那里有半天掉，在地狱十天堂中间，他掉在中间。如果你去 Vatican 呢，你会看到这个图画 ，OK， 非常出名的图画，啊，如果你不是上帝的，你是魔鬼的，没有中间的，他们也搞出了一个中间，
OK， 那是人搞出来的。上帝的恩典，在我陈旧案传道的地方，没有人能够胡搞。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永远没有机会。因为耶稣说，真理叫你得自由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真理，你能得自由吗？如果没有真理的地方，你能得自由呢？耶稣讲错了，明白吗？天天，圣经真理人你讲的对，厉害就在这里，非常绝对的，没有半中间的。OK， 也没有模棱两可，讲的准不准啊？准啊、哦、！OK， 上帝恩典，明白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永远没有机会。我讲了好多次，我就希望我是错的。我讲了60年了，现在 ，OK， 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我错。OK， 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没有真理，你会越来越离开圣经真理越远，不是越来越近，是越来越远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宗教历史，你就知道，你一离开圣经，你就越来越远，你下地狱的道路呢，越来越坚固越深。基督亲自啊，那是第一个。基督第二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基督的教会里面，基督亲自保证你的救恩。我讲的这我们这边讲的包在我身上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明白吗？我们这边长大的时候有时候要讲这句话的，包在我身上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你告诉他你是陈若的朋友，这个意思在这里。耶稣亲自 保证我们的救恩，包在他身上，魔鬼撒旦没有办法来到耶稣那里。人立志遵循神的旨意，就必晓得所传的道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或者是死人自己搞的。我们非常清楚。我一个小问题，你们教的名字圣经有没有？立刻分辨出来，3岁小孩子也可以问的。所以上次我不是讲了一篇吗？我陈旧案传道最大最伟大的是什么？我不需要深度研究，明白吗？我拿出圣经读就行了。我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怎么好怎么不好，我就说圣经有没有，有就查出来，把经节写出来，我自己看，不要你看。还有要用你的圣经，免得等一下他我的圣经我改掉了。我到了这个地步，用你的圣经啊，人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这就有个不同。上帝恩待我，我从小大概15岁开始立志要传道，我就这个心智直到现在，我要传圣经告诉我的真理，我要自己发现，然后自己研究，然后自己传，我不要人家的钱。 OK， 上帝恩典。因为我看见我以前一代的那些牧师给那些教会里面有钱的人欺负，每年要举手一次，看看下个明年他还没有职位，他有没有饭吃。我不搞这个，神的恩典。OK， 如果你立志遵守神的道、神的旨意，你必会知道这个传道人传的是圣经的真理还是不是。你自然很快就有这一种的德行，就有这种的能力，你能够分辨是非。你会听出来这个道是圣经的还是没有圣经的，你会知道。啊，这里也告诉你了，传天下在你们这里，为什么这个宗派教会有这么多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们的传道人传的是不是圣经的，他们没有这个智慧。
也没有这个能力，都是糊里糊涂的。 OK， 人立志遵循神的旨意，就必晓得传的道是出于神或者是出于人自己。我经文都在那里了，使徒彼得这样说，你们要救自己，难就难在这里，我不能替人家得救，不能去推人家得救，每一个人要救自己。那是彼得讲道时候说的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十节，你必须要救自己，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得救，没有人能救你，上帝也不救你。所以这是圣经讲的。那么人怎么样救自己？每个人自己要立志，立志是每个人的事情，我不能替你立志，你也不能替人家立志，连你老婆你也不能替她立志，明白？你的儿子你也不能替他立志，你要自己立志。上帝恩典是我自己立志，我要遵循神的旨意，我要传圣经，找到了圣经真理，是我自己立志。所以我们这里好像是前个礼拜哦，等一下记得那本圣经还在这里吧？啊，还在这里。OK， 等一下你那本圣经，呀，另外一个李姐妹 ，OK， 圣经还有那个受洗证明书在这边。每个人自己立志，他们要告诉我，他要信耶稣，他要受洗，明白？我不是去按着他，哎，你还有受洗了。所以他们要告诉我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受洗，应该怎么办？然后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办。OK， 每个人要自己做的，自己要立志。人立志遵循神的旨意，神就保证他的救恩。你肯立志要得救，神就能够保证你的救恩。人若立志遵守他的旨意，他自然会去基督教会的，不需要教的，也不需要拉的，他自自然然有一天他就碰到基督教会里面去了。这是自然天性的问题，这是天性的问题，人就是有这个奇妙。 OK， 那讲得不好听啊，有时候有些人呢，养了一条狗走散了几年，有一天他找得回来，他会回来，狗都能够做到，人走不到吗？这个世界 OK， 如果你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你自然有一天你会到基督教会里面。每主日你能够去基督的教会，你选择不去，这就足够证明你立志不遵循神的旨意。那前个礼拜我不是讲到一点，讲到的时候讲到一点，有人常常要说我们比你多，我们人比你多，我们教堂比你大，我们这个这么比了，这个比了。小夏，我现在给你一个，你在这一方面比我们多，我们是立志遵守神的旨意，你们是立志不遵守神的旨意，多了一个字，多了一个什么字？不啊，你们比我们多。 OK， 世界上人他们要给我们比他们多嘛，在这里我给他们多。 OK， 承认他们多，他们多什么呢？我们是遵守立志遵守神的旨意，他们是立志不遵守神的旨意。张立兄数了数那个字，他多了一个，多什么字？不。天天明白吗？厉害啊，他们多了一个不。 OK， 上了恩典，我们是遵守立志遵守神的旨意，他们也是立志不遵守神的旨意。如果他们立志遵守神的旨意呢，他们会居住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所以他们要给我搞一个比我多，这是准确，他们真的比我们多了一点，多了一个字。
我还数那个英文字呢，就是三个 alphabet， 明白 ？N O T， 明白？在英文那里啊，它是 N O T， 明白？它不，你看，我们中文是一多了一个字，它英文多了三个，也可以这样讲 ，N O T。OK， 他们是比我们多，记得以后有人要说他们比我们多，给他这个。基督的教会里，那些人心里没有不义，不正义不在他们心里，这些圣经非常清楚，不正义不在他们心里，在他们心里没有不正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保证得救，明白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刚才这个理解，你一辈子想不到的，你一辈子想不到，在他们心里没有不义，不义不在他们心里。约翰福音8:18，耶稣讲的，传天下自己看，那你得救吗？一定得救，理解吗？非常清楚，也非常简单。你立志遵守神的旨意，神就保证你的救恩，因为神会叫你明白圣洁真理，真理叫你得自由，然后呢，你会信耶稣悔改受洗，洗去你的罪，领受主赐的圣灵，你里面你的魂里面再没有不义，你没有不义就一定得救了。所以第一点，在基督教里信耶稣，你有耶稣可以信，你有真理可以遵循。第二点，你必晓得真理，你心里面没有不义，这就足够保证你的救恩了。人心里面没有不义，就一定得救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那是约翰福音10:27，耶稣说的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耶稣的声音是什么？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真理一读你就明白，而且你会自然跟着他。人若跟着耶稣，自然再去什么地方？基督的教会。耶稣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就在什么地方，真理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就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基督教会里面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昨天有一个3-4礼拜，我立志不去。OK， 是我认识的，但是我立志不去。我也告诉他为什么我不去。因为那里呢，会出现一些反叛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不要看见。这是我承认的脾气，明白？人家会立志违背圣经真理，我会立志遵守圣经真理，清楚吗？大家清楚哈？你们网上面大家清楚哈？我承认立志遵守圣经真理，世界全世界他要立志不遵守圣经真理，他有自由。感谢神恩典，我们在旅游这里有这就是有这个好处，也是有这个福气。我可以立志遵守圣经，他们可以立志不遵守圣经，大家都有自由 50-50， 我们是讲正义。 OK， 上帝恩典，我立志不要看那些，不要见到那些背叛我们主基督耶稣的人。你背叛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没有承认罪，非常简单的。 OK， 上帝的恩典，我是遵守圣经真理，自然在基督的教会里面。耶稣说，我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没有人
能够 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，没有人。耶稣保证我们的救恩，没有人，魔鬼也没有办法。上帝恩待我，魔鬼要搞死我多少次，搞我不死。我现在开始八十了，已经够长命了。最近我听见好几个死掉，他们都比我年轻啊。但是前天我有个好消息，我人巴菲特88岁，他开董事会，全世界第四个最有钱的，88岁，听清楚啊，他还能够每天一早开着那老爷车去开董事会 ，OK， 你知道他每天吃什么吗？炸鸡，一天5瓶 Coca-Cola， 白天3瓶，晚上2瓶 Coca-Cola， 还有 Kentucky Chicken。French fry， 非常健康，非常健康。但是为什么你就要吃这些？我们叫降腹。他说，因为我发现6岁的孩子啊最少病，他们最喜欢吃这些，所以我就吃这些。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，OK。但是我不会学，你不要担心 ，OK。他每天5瓶啊 ，Coca-Cola 啊 ，OK， 我们喝5瓶 Coca-Cola 啊，肚子胀起来，骨头断掉。但是他88岁这么健康，上帝恩典 ，OK， 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耶稣基督亲自保守我们健康，保守啊，保证我们得救。耶稣说：“我不在地上了，我要回到天父那里了。”天父啊，求你保护他们，用什么保护他们？你赐给我的名是什么？基督的教会，清楚没有？用你赐给我的名，耶稣基督，保守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叫他们合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耶稣说：“你是彼得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。”清楚吗？耶稣这也是耶稣说的。基督的教会，魔鬼的权柄、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。上了恩典，救恩得到保证。我这些是神弟兄啊，我这些是数学逻辑啊，明白？绝对得到保证，在基督教里面，主将得救人放在什么地方？基督的教会。啊，看清楚啊，有我可能不给你了。经文啊，看清楚那个经文啊，主耶稣基督把得救人放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不要希望耶稣会放错地方啊。你可以希望成愿把钱放错在什么地方忘记了 ，OK， 但是不要希望耶稣把得救人放错地方，记得啊。第三了，所有得救人组成一个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是最棒的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，耶稣基督把所有得救人成为他自己的身体。所有得救人，他是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，谁感动？没有人感动，没有人有办法，这是最顶级的圣经真理。耶稣把得救人组成一个自己的身体，每一个得救人都是他身体一部分，没有魔鬼没有办法动的，也没有办法伤害。谁能够伤害耶稣自己的身体？没有。这是上帝恩典最好的保证。基督使教会成为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最顶级的了。得救人是基督身体上面的一个位置，一个部分，魔鬼绝对没有办法碰的。
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，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充满万有者的充满的。任何人攻击得救人，就是攻击耶稣本身。上帝恩典，这一点到现在我还做得到。任何人在任何地方，他不能够伤害我的家人啊！我不再讲了，我做得到，直到现在。任何人攻击得救人，就是攻击耶稣基督本身，没有人能够做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哇，这个吓是很好哦，变成这样简单了。不要怕人家的惊吓，我是一个活的见证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来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合力。这个翻译的不好，看英文啊。Contending as one man， 英文非常好。Contending as one man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， 这里非常好。Contending as one man 什么意思？传教会所有的人站在一条战线上面，同一把声音维护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要这样翻译。但是100多年前他们翻译中文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这个智慧。 Contending as one man， 明白？大家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最麻烦就这一点，一盘散沙，还有常常怕事。很多时候这几十年的教会有什么事情，我一个人站在前面，上了恩典，从香港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就挡住他们了，上了恩典。我们有耶稣基督，凡事不要给他们吓到。每个人有一条命，迟早要死的，是要看死的有没有价值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证明他们沉沦，我们得救。为什么我们讲圣经真理，我们遵守神的旨意，谁要敌对我们，谁胆敢成为我们的仇敌？你想清楚，想清楚你就理解。想清楚了吗？所以我们要怕吗？这只是证明他们要灭亡，这也证明我们要得救。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一部分，谁胆敢做我们敌人？我们立志遵守神的旨意，谁敢成为我们的敌人？一定是撒旦。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的，你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。世界很多人都有这个困难，知道好事做不出来，你信耶稣就可以了。那、这里有了，我所愿意做的我不明白，我愿意做并不做，我不要做的反而不做。我所为什么有这个困难？因为罪住在我里面。我也知道在我肉体里面，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做不出来，不愿意恶我倒做出来，有这个痛苦。我若去做我不愿意做的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感谢主，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。所以李弟兄常常做一个祷告，感谢神恩典，我们有家人的陪伴，我们有基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帮助，彼此勉励，站立一条战线。 OK，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做要做的善事。使徒保罗又把它简单化，我靠着加添我力量的
耶稣基督凡所有好事都能够做，愿神赐福保守。